好尾六帮妈安全非常的热闹，真侪信众前来拜拜求平安。婚姻观福殿主神会以及好尾六帮妈管理委员会利用假日来举办当年救济活动。然后我们主要的救济户是惠来里、顶溪里、下溪里，一共有四个里哈。然后总共的救济户有五十户。咱六百万个部出灵感，啊，伊我有甲请示过，啊，伊有甲指示讲吼，就好啦，安尼用这个当面救济吼。为了要帮助家收入好过年，这两单位拢准备两道白米、日常生活物资。以及1000元的礼金来赠送给50户的弱势家庭，总共2000元的礼金，加上2份的物资，非常的受用。1000元一袋啊吼，你看好哦嘿，你今麦你收啊好，你收啊好嘿，你今麦遐领嘞，再搁走去红团遐领。阿弟啊，祝你新年快乐！谢谢哦，祝你哦。婚姻观福殿主神会平时热心公益，除了颁发奖助学金以外，也举办当年救济活动，大约有10年的历史。为着要回馈社会，曾经受助的爱心志工，也带小朋友前来倒脚手。就是受到帮助很多啦，所以也可以来这边回馈，多少帮忙一下。除了当年救济活动以外，现场也邀请多位书法家写春联，送给民众。年关将到，希望社会的关怀，和家收入予民众，感受到大家的温暖。主神会也希望他们抛砖引玉精神，引起更多民众来发挥爱心帮助弱势。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